自2001年成立至今， Kinetics 已经有22年的历史。我们致力于提供专为石化、炼油、半导体、电厂及水泥等产业而设的制程环保公安分析仪解决方案，并梦想着将台湾的专业技术带到世界舞台，为全球产业带来永续发展的力量。科技、专业和美学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，而人才和优秀的团队则是我们发展的根基。 Kinetics 必须在产品品质、品牌形象、市场策略以及企业文化上都达到卓越，这促使我们开始进行品牌再造。透过品牌再造，让成立了20年的 Kinetics 呈现出现代感与科技感，从品牌精神、标志、标语、产品包装等一系列更新，让客户、员工和供应商们感受到我们的决心，同时也象征我们迈入下一个20年的承诺。 Kinetics 将永续经营，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与雇主。员工是 Kinetics 重要的资产，在品牌重塑过程中，我们梳理了公司对于人才的三大价值， We grow, we share, we make impact，使 Kinetics 能够脱颖而出，吸引最佳的人才。我们也在重要的接触点更新了视觉形象，像是公司总部形象墙的设计，不仅展现了我们的专业创新的形象，更是加强客户跟合作伙伴对我们的信赖跟尊重，也让许多的来访客户惊叹 Kinetics 看起来像一家大公司。 Kinetics 全新的 logo 设计简洁而有力，融入了永续理念，完美呈现我们的核心价值：创新、专业和持续进步。这新 logo 不仅让我们立即感受到 Kinetics 的转变，也使我们的客户和伙伴们一目了然地理解 Kinetics 的品牌和价值。这些努力不仅在全球市场的推广上为我们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也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。这次的变革进一步凝聚了员工的共识，不仅加强了我们的认同跟归属感，也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跟自豪来呈现 Kinetics 的新面貌。我们的标语是 Energize the Impossible， 对客户这意味着积极创造产品价值，降低成本，提供解决方案，实现不可能。对我们的团队，它鼓励着我们持续学习和提升，迎接市场挑战。这不只是一个口号，它反映了我们积极向上的工作精神和对企业永续发展的承诺。打造名副其实之品牌并非易事，冲突、妥协、争辩交互激荡，最后产生美丽的火花，过程充满刺激、满足、痛苦与美丽，追求永续与卓越，各种挑战都是值得的。最后，我想和所有的同仁说，专注于完美近乎苛求，这不仅是我们的标准，也是我们的承诺。让我们持续进步，挑战不可，确保员工满意，客户更满意。